在汉唐乐府发展过程中，为了让南音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走出小众的范围，让更多的人欣赏和接受，陈美娥在秉承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，大胆打破传统，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经典剧目。在表现形式上，将深邃悠扬的南音古乐与典雅脱俗的梨园柯布完美结合在一起，为中国唐宋以后